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喂，他是这样，他要清除那个故障码耶，故障码清除不掉的呀，他的车子有问题，要修好了才能够清除是吗？那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啊？刹车故障。哦，那有没有要怎么诊断呢？电脑的功能已经完成了，哦，就是要修好了才能够清除是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的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好好谢谢，拜拜，可以谢谢，哎，等一下。就是那个故障哈，就是。